望的人上盖水，希望永远看小水。阿扁啊主持的《有梦上水》，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的欢迎和感谢咱大家会当准时来收听收看每礼拜日会在11:00至12:00所播出的有梦上水第93集的节目。我是阿扁啊，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就是咱台湾政坛的姊妹会这个就是三任议员四任立委第一名的陈廷辉现任凯达格兰学校校友总会的总会长，也是凯达格兰基金会的董事长另外一位妹妹伊就是真心为你台南市议会即届要来迈向第四任上届优质的议员陈怡贞陈议员两位高早大家平安吼是毋是请两位先向咱大家请安问好一下。感谢咱阿扁总统啊吼，足感恩啊吼，真正感谢阿扁总统，阮机会来甲咱所有听众、甲观众朋友三见面。来，感谢咱阿扁总统吼，以及咱所有有梦上水吼，咱的观众甲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北区中西区市员陈怡贞，非常非常的欢喜吼，今仔日会当甲着阿扁总统做伙来开讲。真正足欢喜啦吼。会当甲咱台湾政坛的姐妹花吼来同台同框吼来报道来开讲我足感谢尤其怡贞即摆上届无闲的时阵吼，会当过来上这个节目再一次表敬意嘛恭喜啦嘛要来有足吼，一定爱连任成功当然伫遮甩入去，咱要来正式访谈啦。我想讲吼两位姊妹伫遮吼是要先啥物人先讲啦？当然知道吼，即马因为妹妹吼咧选举好选人啦吼，所以吼妹妹先讲，哎呀，因为我。今妈妈算是走酸文了你感觉好不好？好，谢谢，感谢阿姐，感谢阿扁总统。你这摆姐姐吼，要让妹妹成功啦，咱就想着讲古早吼，咱咧读册的时阵课本绝对有一课啦，孔融让梨。孔融让梨，咱嘛知影嘛，这是一个三国时吼，等于三国时代吼，东汉的末期的时阵吼，一个。孔融甲四回的款啦，吼甲伊的兄哥吼来咧做伙食来啊啦，吼结果人问讲是安怎吼，你呾摕细粒的无要食大粒的，伊讲我着细汉，我数量有限啦，吼所以我食细粒的，就真有名，叫做孔融让梨。今仔日毋是，今仔是安尼姐姐阿苗妹妹来讲，这其实才是健康啦，因为呢要讲开时阵哦，你。细尾啊，吼啊！你摕细粒啊，吼啊！免用大粒的吼，遐个食，即较无稀罕。连倒是倒病啦，是讲啊！你会当食大粒的，吼诶，遐个姐姐啊，结果你无要食，啊你娘吼，即个一种妹妹啊，吼弟弟食，吼伊真是千赞，吼伊是个另外一块，无相关的角度。但是讲到即个一种吼孔融，咱嘛知影嘛。既然姓孔，就是孔子公的后代嘛，甲24孙的款啦，第20代吼，诶，即个种干阿孙的干阿孙的对，安尼孔融啦吼。是。但是即个孔融，咱来了解，佫有一个故事啦。可能大家不一定完全了解，但迄句话大家人知影啦。孔融的时阵吼，
对着迄当时的曹操啦，是啊，天子一定诸侯，啊，要讲开先，即个违背军队吼，爱国家化啦，啊，所以呢，所以食感冒就对，啊，食不满啦，啊，去敌视着曹操啦，哦，啊，即个敌视曹操了的时阵吼，啊，讲你不忠，你不孝。啊、所以呢，啊判死刑啦，啊，佮爱抄家灭族啦，哦，啊，规厝内吼大大小小爱装台啦，哦，啊，所以迄个时阵吼，孔融吼，伊就来啊，迄个迄种来要掠的人吼，求情讲啊，是毋是安尼，吼，杀伊就好，吼，啊，两个囝吼，啊，安尼啊，细汉啦，是毋是啊，保住安尼啦，啊，结果伊这两个囝吼，细汉懵细汉咯，一个八岁，一个九岁啦，伊讲袂使。哦，这个所谓父软之下无完卵呐、啊。嗯哦，啊，你讲爸爸有代志，啊，阮做囝的，你管到可能讲过火。对。哦，啊，所以感觉讲袂使。哦，啊，所以到尾啊呢，爸仔囝总太死了。嗯。哦、啊，所以我要讲的讲，啊，一个四岁的孔融，嗯，哦，知影迄款的道理。是、嗯哦。啊，两个哦，八九岁的囝，你嘛知影迄款的大道理啦。是是是、哦。啊，所以我相信其他你的姐妹话吼，啊来双双啊来用我的这个电台吼、哦，我相信哦，恁过去啊所。迄个一种树立的典范、嗯，啊嘛是同款啦，啊，互咱大家咱非常的娱乐安尼。无嘛是爱阿扁啊，总统吼、喔，甲这民主政治吼、喔，会当讲推演啊非常好，啊拢啊也引领吼、喔、咱所有啊民主政治的前锋哦、喔。我较有可能伫遮呢，有机会伫政治来拍拼咧，是的、啊。其实是恁两位吼、喔、啊太牛咧，哦、喔、太，内山讲嘛是台湾在路啦吼、喔，啊，伫遮唔是咧讲安尼讲好。听话啦，啊，咱嘛知影讲吼，妹妹吼，怡珍吼，是啊，你细汉的时阵吼，听你讲，你就对妈妈去这个中正路三家里吧，去阿里边上课，是是是，啊、就是个上细汉的时阵，然后迄阵妈妈吼，爸爸因咧做女装啦吼、啊，啊，所以迄阵啊，阮就是啊，伫中西区吼，妈妈伫阿里卖衫吼，所以阮就是伫细汉时就伫陪妈妈伫三家里边咧卖衫啦吼，啊，所以啊，对着吼，伊个整个环境啊，细汉迄阵治安个做好吼，妈妈拢吼，妈妈。十块吼，拢去话去，去刚刚好我啊，我就去边啊吼，买咸酥鸡啦，是买小吃吼，等下食啦吼。啊，迄阵吼，咱的台南的第一间的麦当劳去打开，就是住伫中正路甲西门路口吼。我的印象中深吼，妈妈细汉就是用坐啊去啊，迄个所在吼来买物件啦。啊，即马大汉了吼，看哎。近年吼，即嘛是变成我的选区吼，过去以前是伫北区吼，啊，伫顶一届开始中西区嘛变成选区吼，所以拢有足强的即个感情加一寡连接啦吼，啊，即嘛嘛足拍拼咧咧解决吼，阮三个礼拜即个所在吼，拢会饮水的问题，即嘛拢拍拼咧处理。所以台南第一间的麦当劳，是你都有食过嘛？细汉的时阵，台南。我但是除了讲熟悉的麦当劳以外嘛，啊，就是三个礼拜的点心嘛，咱台南小吃嘛，啊，遐尼解答啊。上爱食啥物？哦，我上爱食啊！我最爱食迄个乌白切，啊，比如说我讲爱食迄个阿仔啊，乌白切吼，哎哎哎阿仔哟，阿仔乌白切，哎哎哎阿成，哎哎哎黑林邦，对，哎哎哎黑林邦嘛就食，是阿哥阿仔的阿仔迄个乌白切啊，哎阿成黑林邦吼，阿哥咱的专心的即个肉色饭吼，拢是，系啊，我记迄阵吼，因为迄阵够舞厅，因为哥还有那种艺人吼，就讲杨凡啦、胡瓜伊拢会来表演吼，歌厅秀啦，迄阵是歌厅秀，伊拢一定来去啊，即个啊咱的专心吼肉色饭吼，啊哎阿成伊拢绝对会来去食，迄阵三家里。拍鼓的时阵哦，人家全部都拢伫三加里吧，还是因为三加里吧拆了，人家刷出去，拢刷出来汉楼顶，是。那去小北个遐啦，是是是汉楼顶。啊，其实哦，我国民校当年吼，是，我就第一届去三加里吧啦。啊，老师玩鼓来讲吼，即届月考恁来考六百分吼，老师带恁来台南吼，啊，三加里吧食点心啦，啊，佮带恁去看电影啦。哦。啊，一届初试唔是，我只只考六百分。啊，老师袂使讲，凊彩讲讲诶，无甚话啊。啊，所以我真正带我去看迄个、迄落种啊，即个延平戏院，我咧演迄个、迄个啥冰汉啦。哦，冰汉，大雕冰汉就对啦。啊，我咧看五分钟吼，啊，我就困去啊，我看无啊，啊，佮暗暗吼，咱袂习惯啦。哦，啊，另外就去三加里吧，啊，去食点心。啊，我去入去哦，第一打就是炒米粉啦。啊，贡丸汤啦，哦，对我来讲，迄是世人的第一界呢，啊，刷哩佫入去，佫食
一个观察班啦，所以我第一届参加过有观察班，啊，就是迄个时阵啦，是，哎，啊，但是无看到你啦，哈哈哈哈哈，阿美主席，阿美主席，啊，真的真真趣味啦哈，啊，当然，伫你安尼大汉了后的时阵吼，吼，啊，你也真牛嘛吼，啊，来读法律系嘛，是是是，啊嘛读这个等于法律啊研究所嘛，去咧法律学术，是是是，啊，不过我是要讲。啊，现在你做议员啦，吼，啊，已经做三年嘛，你拢总选到伫个教育加文化啊，这个小组委员会，是、啊、来做这个专业的这个议员。是，是我想因为吼，咱拢感觉讲这個教育吼，虽然家己吼无囡仔吼，个咱拢感觉讲这個教育投资伫囡仔吼，这就是对着国家未来发展上重要一个部分啦吼。只有教育做了好吼、嗯，所以未来咱的囡仔吼，开始当有更加好的发展吼。所以以前阿丹的议员以来吼，嘛是受着阿这影响啦吼。等古东西伫教育文化委员会吼，啊，希望讲哎、欸，对着教育的整个的环境吼，教育的经。嗯会吼，都希望有更加好的一个发展吼，爱当好咱囡仔，伫更加好的这个教学品质或环境来做一个学习的诶过程吼。认为讲这对于未来发展吼，拢会当更加加分啦。相信这嘛是咱台南市吼未来要更加发展吼，非常这竞争咧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啦。所以就一直伫教育委员会吼，啊嘛是一直争取着相关的经费吼。啊，当然我家己也咱无够吼，够直接提去伫中央吼，啊咱拢争取着教育部相关的经费，所以包括真侪学校吼。其实是跑道的问题吼，大家拢这是真侪咱社区的民众啦，还是讲啊真侪吼，咱的囡仔拢在使用吼，所以这跑道的部分，进出真侪咱的跑道的改善吼，包括咱的吉兴国中啦，还是咱的啊中山国中，咱的协进国小，咱的延平国中、大冈国小，等等真侪还好，这个跑道的改善吼，拢是透过吼，停会伫中央啦，伫中央个咱撇过啊，咱进出中央的经费啊，加上地方的经费来合作，啊，拢希望讲，互咱的囡仔吼，环境更加好，啊，包括进前咱。就是关心这个冷气的问题吼，伫咱伫阮台南吼，就是讲，哎，真侪咱的学校吼，就是有诶学校哦，伊可能较。哎，家长会较有钱，因就是家长会来赞助，啊，有这个灵气，啊，有的学校就无法度吼，啊，所以咱嘛一点关心希望讲，哎，因为台南就热吼，所以希望讲囡仔会当有较好、较舒适的环境来上课啦，吼，啊，当然落尾中央嘛有相关的政策来支持吼，所以班班有冷气，今年一定开始上咯啊，吼，所以起码咱啊。全台湾的囡仔吼，拢会当地有这个冷气的环境来上课。是，所以会当重视教育文化吼，这是正确啦。是哦，投资下一代是哦，投资啊，这个未来是哦啊，投资啊，这个基础哦啊，我相信呢，这当中是非常正确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啦。嗯嗯嗯、所以我会记得当时我做总统哦，啊，当时会使讲啊，国保会姐姐的预算。可能就要讲啊，别就要紧缩啦，是是是，哦，经济开始变坏，哦啊，但是我认为教育，哦，啊，迄个科学、文化、教科文预算，哦，每年要平均增加成长10%啦，是是是，真的，意思讲其他你欠当那多，是哦，你下不多，啊，但是教育、科学、甲文化，这是投资伫未来，投资下一代，投资伫基础。哦啊、所以呢，咱感觉讲，这绝对袂使省啦。那么穷，哦，阿妈袂使穷小孩啦，穷孩子安尼就对安尼。有啦，啊、真的阿扁总统奠定很好的基础，对啊。这就是这块的观念，所以咱所见略同哦。啊，你当选择安尼，啊，唔带个加做上届优质一届过一届，互咱平感哦，啊，做这个优质的。议员啦，吼，啊，当然你唔是呾教育文化关心嘛，啊，你有姐姐地方建设，你嘛能付出真多的心力嘛，是你敢袂当个简单啊，古迄个古古爷的呀，大家报告一下。伫阮的地方啦吼，因为我祖先就伫北区大港了出世大汉吼，啊，伫阮这个所在其实大家上欢乐的、上头壳疼的是这饮水的问题啦吼，啊，包括爸爸咧做议员的时阵，包括田辉咧做议员时，拢捌等过吼出去啊，因为饮水去关心啊民众或者直接甲咱讲吼，啊，恁伫这地方拢无好啦吼，只叫袂甲臭头吼，这个情形，所以。田辉啊，以前吼一直拢做用心咧解决地方地水的问题吼，啊，包括田辉做着立委了吼，马上去中央争取这个问题抽水站吼，啊，以前啊抽水站做好了吼，嘛是个引水啦，因为各有相关排水设施爱改善啦吼，所以啊。
抽水站了啊，以前嘛伫地方继续争取的相关排水设施的一挂改善吼、所以今嘛吼，今嘛伫电视顶吼咧落大雨的时阵吼，过去吼，包括八八风灾的时阵吼，挺会个在这个救生艇去上便当，迄阵我阿不是议员，这是议员吼，去上便当，我遐是水淹一层楼吼，结果今嘛吼，大雨的时阵，即几道的。大雨吼，伫台南市真济所在传出淹水状况的时阵、啊，阮伫啊大大港了后，就即马就是阮的北区的大河里啦、大港里啦、新北里啦，啊，佮有啊大丰里吼，即附近吼，啊，包括文苑里、文贤里，即附近一定无即、這个啊。大范围饮水问题，一定即个饮水问题一定解决啦吼、所以这就是啊，阮两区以来吼，伫地方咧拍拼咧付出啦吼，啊，包括阮家己啊，大即个所在，阮即个大河里，因为过去吼，可能在市场是该伊都推动这个啊一里一活动中心啦吼，所以伫台南区经济所在其实拢活动中心啦吼，啊，毋过阮家己啊所在所大即个大河里吼，一里因为土地问题，一直无法到即个大河活动中心。所以地方某一寡声音吼，所以多好吼，整个地方诶土地中位啦、等等吼，所以争取到这个经费吼，所以今嘛啊伫阮诶啊大河社区啊当中心，今嘛伫咱当咧兴建当中吼，伫阮啊北区诶中华北路这个所在吼，啊，这毋是干活动中心俩吼，这未来因为今嘛希望都是多功能吼，所以未来这活动中心除了一楼是活动中心，二楼要做长照的据点吼，来照顾咱诶中北以外吼，上重要诶三楼。就是啊，阮台南市北区吼，第一个这个亲子悠游馆吼，因为即马真正拢做需要有空间，好咱的大人囡仔吼。啊，一旦带咱的囡仔吼，阿公阿妈吼，一旦带去遛小孩的所在啦哈、那这个亲子悠游馆的是室内的，吼、因为咱虽然讲咱嘛足关心这个特色公园的议题吼，嘛是希望讲好咱的囡仔当行出去以外吼，咱、希望讲有这个室内的这个亲子悠游馆啊，北区一直无啦吼，所以嘛一直招催，啊对，所以就结合着阮这个大河社区啊，咱中心伫咱的三楼都咱的北区的亲子悠游馆吼，这就是点点滴滴吼，为着电影的一寡付出啦。是是是，没有，而且变长照据点，我咱最高不要动算咧，绝对真正去受到这个肯定啦。拢爱拍拼，拢爱继续拍拼。啊，当然你长期伫这个教育文化吼，啊，这个委员会吼，啊，对这个教育文化啊，非常的重视。是啊嘛，知影足济啊，过2024年，就是咱台南建成四八档啦。是我讲这不是台南的四八档啦，这是台湾的四八年啦。是啊，所以。是不是讲啊？伫即个已经吼两年了后，台湾四八年、啊，有要办啥物啊？国家级的是哦，诶，即个甚至安尼国际性的即个博览会无？是。我想吼，因为即个台南四八档吼，这就是咱阿扁阿总统讲，这是台湾四八档吼，因为台湾的发展对台南开始吼，这就是咱属于咱台湾历史性的一刻啊，所以吼，需要吼更加侪人知影讲，咱台南吼即个历史文化吼，非常无简单的一个城市啦，所以。当然咱嘛是啊透过着咱的咨询当中吼，来跟咱的市政府做一挂建议吼，咱希望讲有一挂大型的活动吼，唔过嘛希望讲有一挂会当为这个城市吼留下一挂历史的记忆，吼咱再更更加连接咱的台南啦吼，啊所以目前吼确定。啊，台湾灯会哈，应该是啊，差不多哈，确定是伫咱的啊四百年这一年，2024年哈，来伫咱台南来举办啦哈。啊，陆陆续续啊，阁有咧争取着哈啊三金的颁奖典礼啦，好嘛，希望各位当伫台南啊，这东西市政府陆陆续续咧争取当中，嘛规划上啊，加侪经费哈，希望讲会当来达成啦哈。啊，当然，咱希望讲除了这个大型的活动哈，嘛希望讲有一挂。啊，一旦为咱的这个城市吼留下一挂历史的一挂见证。啊，当然，而且吼，那么怎样讲，说的去十一月二号特别投票，除了议员以外，啊，搁有市长嘛。是。哦，啊，你做遐久的这个资深的议员，啊，看这个黄伟哲吼，第一名的市长啦，啊，这届选举。啊，对手哦，那么怎样嘛吼？啊，所以你感觉讲？变高啦，应该是安尼7-3啦，6-4。我感觉吼，应该当7-3吧。我看因为最近一个民调显示吼，咱的恩威特市长应该是胜券在握啦吼。我想应该以目前民调的数字，是要讲安尼咩啊话者啦。我看应该7-3吼，应该有机会啦吼，因为啊，因为其实恩威特市长伫地方其实。
走摊加邻居啦，吼，还是邻居咧走总啦，吼，啊，相对顶诶对手其实就搁较无看到啦，吼，啊，所以啊，我想应该有机会吼，会当达到这个七比三啦，我相信绝对超过六比四啦，啊，上看七比三啦，是，啊，当然说咧，其他请教吼，谢谢啦，吼，我啊，听讲你安尼七岁就替爸爸选议员吼，啊，做小小的助选人啊，你七岁嘛，啊，但是妹妹吼，医生，可卡九岁啦，几岁？对，你替爸爸五岁，妹妹五岁，啊，姐姐七岁，啊，替爸爸选议员来咧做选，恁两位哦，真正伫细汉哦开始咧训练得着，小小助选员啊，都要变议员变立委啊咧。其实迄东西因为吼是党外人士，吼爸爸是党外人士，所以咱盖雄生啊，吼大家拢知影，哎，创议长伊基本上迄阵啊袂有民进党，啊就是党外拢由着伊来传领，所以爸爸其实因为讲真吼，除了头拄啊有讲到阮伫三加里吧以外，其实伫三加里吧进前，爸爸是后摆即路边摊，吼是罗岗，所以我连讲是罗岗做咧摆路边摊，所以伫即个大环出身，所以迄当时咱的盖鸿生甲咱大环大家拢足好诶吼，啊所以就是迄个时间，所以爸爸突然间讲要选的时阵，当然规家伙都拢爱全员出动吼，啊全员出动的时阵，嘿大家讲爱当。做啥？啊，你讲七岁囡仔当做啥？啊，只有就是讲，甲咱对着爸爸，吼，诶感情，拜托大家甲支持。所以，咱就讲讲，哦，啊，拜托爸爸吼，会当诶，即个甲阮爸爸支持吼。但是，总统，你会记你迄当时，因为讲吼，民主阁未遮开放咧。迄当时其实。选委会拢爱登记呢，爱满二十岁才能去你迄个台下登呢。对，总选委。啊，你袂当登记。袂当登记，但是啦吼，迄当时咱的警察大哥啦吼，就感觉这个囡仔足高追，所以吼，伫迄即个七点开始要演讲的时阵啦吼，我就是迄个七点以前啦吼，徛去台顶讲迄几秒钟啦，哎，啊，咱的警察这个警察叔叔伯伯吼，拢足好诶，伊就反正知影讲，我就七点到就对啊，恁头前安怎讲拢无关我的代志啊吼，因为伊嘛感觉讲，即个囡仔讲话安尼真好听啦，足高嘴啦吼，所以阵的经营实在是真可爱，啊，而且咧，我嘛是去菜市啊，我讲。我是第一代吼，算讲咱即马讲徛路口，我迄阵就徛路口啊，我迄阵就徛路口，哎呦，个大算工，对，系啊，所以我迄个时阵吼，真正是互我对着民主吼，有一个足无共款的根深蒂固啦吼，咱迄阵嘛袂去想讲啊，迄阵是感觉好算，但是即马。大汉了，感觉讲哇，迄种的经验，我想别人可能无，绝对无。嘿，当然有，我都去披着红色的彩带，对对对，管个加工，代父出征，真正代父出征。啊，所以我嘛感觉讲足感恩，所以我第一届23岁选议员的时阵吼，我就想讲，大家拢无看好我，啊，我要安办，啊，我就家己哦，我就去到菜市啊，甲大家讲，大家爱记哩，我就是迄个七岁，嘿，家己伫遮，啊，甲大家拜托我的爸爸的迄个囡仔，即马大汉啊，哦，啊，大家记哩的来啊，嘿，这就是另类营销啊。所以不怪讲23岁，当真做上个少年的这个市议员啦，对。啊，当然，而且咱嘛知影讲吼，你嘛演过吼，这个电视剧啦，啊，演过妈祖啦，吼，哦，啊嘛。演过佛祖啦，吼！啊，刚才我想讲，奇怪，你当遐搞演戏，啊，原来呢，这嘛是你的本科啦，都是啊咧。你大学你是读迄个啥？影剧，影剧，影剧系，但是就是每个对每个环节都有学过啦，吼。因为其实我是耳幕后，啊，但是幕后你还是要学一些表演啊，吼。你嘛知影讲，你要做导演的时阵，你要记得吧啦。啊，甚至是讲，哦，你要去抓这个镜头。好，因为我冇学过亮面，啊冇学过真假，啊所以大龙讲，哦啊你是戏剧啊，是不是？大龙拢耳目前诶，我讲冇，我是其实是耳幕后诶，啊只是表演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啊等于就是表演了，你较怎讲，家己诶肢体语言，安那去做呈现，啊我嘛伫读册时阵啊有去。
新闻哦，去旁听啊，去收啊，就是要安那讲，伫个新闻的当中，会当呈现。所以我其实对幕后是足有兴趣。阿玛噶，噶底讲哦，我就是要利用可能在学校的期间哦，啊，噶遮个幕后的代志拢学起来，因为其实。我第一个心理学老师是想了解我讲吼，我对政治有兴趣。爸爸其实个无啥支持诶，爸爸拢希望讲，啊，你查囡仔吼，虽然你对细汉啊都帮我付算吼，但是你还是吼，朝九晚五的工课吼，吹一下，啊吼，吹一下好人家嫁一嫁，回归到家庭生活，啊，但是知影讲个性。咱的个性是无适合回归家庭生活，所以迄个时阵，我的心理学老师是第一个知影讲我对政治有兴趣，啊嘛是讲讲啊，咱会当伫读册时阵，甲所有想要学的兴趣拢学的，啊，在毕业之后，可能我们就有机会去踏入政治，然后把我们所学跟政治做结合。是是，好啊，无咱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才有什么期待？你连望一个什么款的未来？什么人会当予你信赖？什么人会当守护这个所在？你对明仔才有什么期待？你连望一个什么款的未来？什么人会当予你信赖？什么人会当守护这个所在？谁求知勇敢规身躯重？谁站第一个面对强权打压？谁守护农民？管理谁照顾看不到的弱势，谁为大家做群讲话，谁为咱争取正义甲公平，谁会带台湾飞向国际，谁的目屎汗血拢流入这个土地。你对明仔才有啥物期待？你连梦是着啥物款的未来？啥物人会当予你信赖？啥物人会当守护这个所在？你对明仔才有啥物期待？你连望一个什么款的未来？什么人会当予你信赖？什么人会当守护这个所在？是天地黑暗，是予我希望；是天地我惊，也是予我力量。是你信仰，就甲我同款信仰。伊就是迄粒星，甲咱带出迷宫。台湾风霜甲悲情甲飞飞，台湾台湾人袂过头勒勒。手牵手，咱做伙出发。2022，做伙改变台湾。你对明仔才有啥物期待？你连望一个啥物款的未来？啥物人会当予你信赖？啥物人会当守护这个所在？你对明仔才有啥物期待？你连望一个啥物款的未来？啥物人会当予你信赖？啥物人会当守护这个所在？坚持台湾，等天辉。台湾等天辉，坚持台湾等天辉，坚持台湾等天辉。欢迎各位来节目《有梦上水》第93集的现场啊，我是阿扁啊，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啊，就是咱台湾政坛的姐妹花啊，陈廷辉啊委员加陈丽珍啊议员啊，拄则大家所听到好听的歌曲，就是2012年啊，陈廷辉委员的竞选歌曲啊，黄景瑶演唱啊，大基的。作词啊，作曲吼，真轻快啦吼。啊，伫只咱个进一步来请教啊，陈委员吼。今仔日咱就看讲吼，即几届以来吼，为啥物国民党咧找无人来选台南市的市长？原来甲你有关系的对啦。啊，因为呢，即有可能选的吼，不管查甫呀、查某，一个拢总。哦，人讲安尼私底里手下哦，啊，你会感觉讲吼，伫即个种查甫来讲啦吼，有一位啦吼，
啊，伫你第一届，吼，你23岁当选议员迄一届嘛，吼，啊，就是伊去互你砍掉的啦，咁是安尼。对，我迄阵就是妇孺保障名额，吼，原本已经讲啊，就当选，啊，但是因为有妇孺保障名额，啊，怎啊改起来？我第一道是真正妇孺保障名额去，对无？哦，啊，所以你第一届将伊砍掉了吼，啊，你变作上个少年的23岁的台南市市议员，对，哦，啊，刷入去阁有两届立委的选举啦吼，甲2012年甲2016年，当中同款嘛，你甲这个查甫的吼，阁做位选啦，同选区啦，啊，你不不进赢，吼。佫赢一个有摊卖就对啦吼，啊，就是讲第一届2012年赢55,000，啊，第二届呢赢要100,000票啦，95,000啦，哦，啊，所以呢输甲无话讲嘛，讲是安尼，啊，所以呢，伊一世人佫要选市长，互你讲即届伊有这个机会，啊，免讲啊就对啦，啊，所以我毋知讲你把男生干掉以后，啊，又干掉一个女生嘛，还是女生上你来讲。我讲真吼，基本上即马大家就咧讲讲吼，啊你，你都行，田飞即个议员甲立委都选袂赢伊啊，你变哪选市长了吼？大概即马拢安尼讲了吼。啊了，其实伫2008年迄道吼，真正是足惊险，因为所有的人周围人拢无看好我，拢讲那有可能，因为对手是国民党。一路要栽培，成为台南市长。做三届啊，吼，无唔对，做三届啊，要培养伊，要做台南市长的吼。哦，啊，所以迄当时大家讲，啊，你田飞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嘛，吼。啊，尤其安南区等于嘛是伊的大本营。啊，所以迄当时我想一直讲，我足感恩吼，足感恩的两个人，其实。讲这，因为迄当时民进党讲家己做民调吼，有 A、B、C， 甲阮所有的候选人吼分做三个提出。A 就是讲哦，会过关，稳过关的。啊 ，B 就是哦，五坡搁咧拼，吼。啊 ，C 就是无机会啊。所以当时因的所有，哦，我就是 C， 我就是 C， 我就是 C。啊，民调是我收到，啊，民调是伊阵收到的吼。啊，所以当时根本。我要什么资源拢无吼，中央几乎就是把所有资源拢放伫迄个 B 五坡吼，对啦对。哎，东西就是有一道曙光吼，就是咱的尤锡坤院长吼，伊伫十公斤要投票，十公斤来到台南嘛吼，甲我介于伊做主席的时阵，带我做主委，所以有这个感情吼，哎来甲我讲，一路上就甲田飞讲，田飞，我甲你讲，你的当选。我终于找到知音了，我甲院长讲吼，有院长讲，院长我嘛讲我爱动算啊，因为我爱回味一双手，是，对，就是那么的坚持，支持我们的力量，嘿，很有温度。我讲我买刚我爱动算啊，啊，但是大龙讲我袂动算，啊，只有你有是我爱知音哦，哎，老公哦。因为你一定要办一张选情，还佫有一张造势。我讲，但是院长啊，我变哪有做事？第一点，大家无看好我，我的募款没办法，所以大家变班都被收钱啊。是是。第二，中央嘛无看我，伊讲吼，不要浪费了，我的所有的钢架放牛班啊。对，真的，把所有的钢架爱去集中伫迄个 B， 好去五五坡甲救，会当加救一些，是一些。啊，你不要再浪费了，所以我叫谁都没有啊，我若搬落去。无大的钢架来到台南，我算家己绕开啊吼！啊，尤院长就好讲，无问题，我来帮你。所以他也帮我，除了募了款以外，重点是，伊讲伊要邀请阿扁啊总统。我怎么可能10天前呢？才刚见呢，所有景点拢摆好啊，那有可能阿扁啊总统会当来？他说好，然后他就请总统府调了资料，哇！因为当天我们早就知道有一个叫319，我们当时
那个院长的老公，你得跟一缸三一九，重返三一九一缸，嗯，好，嗯喔，啊，晚上晚会，嗯，那重返三一九，我说可是我们都已经接到有那个活动了，怎么可能你在插，嗯，要让总统来到我的造市场？用苗劲啊，调转嘛，真的哦，因为我甲达报告，我刚刚诶三一九重返三一九，隆重所有活动结束是已经四五点嘛，嗯，啊，总统和阿扁啊总统。了后就是要去高雄做工，然后高雄了要走屏东，嗯，啊，所以伊讲，哦，啊，哪有可能，哪有可能个折返？所以所有的人全部都挡掉，说袂使，袂使，袂使。尤院长就直接找我们的阿扁总统，然后总统讲无问题啊，他马上交代，一定爱来。嗯，若无总统讲。啊，若无总统愿意走这个路程，怎么可能会有那一天晚上？我甲大家报告，隆重超过一万人，迄，嗯，场超过一万人，而且进前就是足侪对手就开始，因为迄阵爸爸多好伫高病，其实身体状况无好，嗯，可是他们就一直还在重伤讲吼，啊，我就不好诶啊，嗯，其实爸爸已经离开啊，我今年拢不敢发布这个消息，啊，阴谋就是为了家己，嗯，啊，所以我要给人解释无法度，结果就是迄场我。但阿扁啊，总统帮我号召，号召完之后，安尼我还当指导，甲大家讲几个经验，嗯。所以当天说真的，离我们的选举，我是拜三，投票是拜六，刚好那几天，礼拜四、礼拜五这样的时间，会当去让我的支持者，嗯，去帮我去拉票，会当甲所有的这个声音往外扩，嗯。所以我相信，我真的，所以我跟我讲。尤院长也好，阿扁总统也好，都是我在这个关键，所以甲大家报告，我赢几票，开票时阵赢九百几票，九百四十三票，九百四十三票，零点五趴。对，总统，迄天开票时，我唔敢放炮呢，因为对方已经。当选感言啊！是啊，他已经一定九台去被攻。是啊，当选感言，对，可电视出来啊，电视出来啊，吼，讲啊，对方讲当选感言，所以伊真讲诶，我已经我家己开票，我都赢，我要爬起，佮强调诶，啊，对方已经讲当选感言，啊，你讲，你讲写唔对，记唔对，而且是第一道面临遐尼大选举，其实嘛无啥经验吼，所以。第一开票时开到就乱吼，尤其这票箱这里接近吼，只要是卡下有差错去吼，其实都会乱去，所以我底下算卡，实在算不出来吼。啊，对方个讲伊动出来，我就想讲啊，太接近了，对对对。啊，尤其当时间两个人俩，所以我跟阮嘞，我就想讲，安尼咁是咱的支持者上欢喜啊，甲人的票记咱的票，甲咱的票记清伊的票。你只要有两三卡是安尼，乱一拨都无敢换。我哪鬼愣在那里？是啊，是等到。对方一点算不败选的，对，问他肯定讲哦，安尼烂钱家是动算。所以我讲真嘞，那一东西哈，我总共瘦了大概一二十公斤，吼，整个就是皮包骨啊，吼。啊，但是我讲真，真的，我感谢阿扁总统了，我真的很感谢尤院长跟阿扁总统。没啦，没感谢啦。阿哥，我讲真嘞，我个爱个重要的。一个故事，真的那个拉一把故事，我若讲到这段，我自己眼眶都会泛红，因为想要老话实在讲，迄东西我还无看好，是大家拢无看好，而且我是议员，啊，总统的维安人员其实为了保护总统，也不认识我，啊，伊就是安怎保护总统是伊第一要务。啊，所以伫水皮湾那迄场是关噶，迄东西赖副总统是赖立伟，南区的立伟好帅。对，啊，所以迄东西，我两个都是迄场做事，迄场做事了的时阵，就是要一起跟总统从我们的造市场，因为就咱总统有一台车，啊，就是有一个天窗，我们要一起站上去。迄阵拢甲阮讲好啊，就是我两个好帅，人家阿扁啊，总统做会卡起哩，但是。我发现讲哇，阿扁啊总统佫加维安，阿佫加我两位候选人，其实是足客足客足客。哎，当时维安无识识我，唔知候选人虾米啦，所以怎搞我挂落去。当时候那种很温暖的一双手伸出来，把我一把拉住，我已经挂了，但一双手把我救起来，跟牛伊的威，给我徛。
黑的是阿扁啊总统，拉你一把，真的就是拉那一把，像苏瑶的牺牲，真的那很感动，我已经被赶下去，然后就那一把拉上来，不是拉我而已，还把他的位置让给我，把最好的位置让给我，然后让我可以站在那个最有利的位置，让大家看得到。所以你看，我就说阿扁总统今天为什么？在我们民主的政治路上，跟着选举，以及在所有我们每一次，如果在说到我们选举的历史的时候，一定要问阿扁总统，以及他就是这样照顾到他想要照顾的人，而且给年轻人机会，不是给年轻人机会，他其实也给很多女性机会，所以我常在说说，我觉得说我虽然这个凯达兰基金会当处长，但是我都跟大家说我是感谢阿扁啊总统，给我机会跟在他身躯边的学，因为在基金会，咱讲的开销，那不是伊东西创下，将伊家己的资源摕出来创下这个凯达格兰基金会，然后把这个基金会佮创立一个凯达格兰学校，去教导佮较侪开设无同款的班，有国家领袖班、女性精英班，吼，足侪啊个地方领袖班，安尼一路互大家学习。不可能，大家可以从大家的政治当中根深蒂固吼，咱所有对着政敌，啊个台湾民主，个一级着咱国家意识这么重要，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我刚刚讲。是有我机会，伊在老公感谢你做当署长，我讲无做感谢总统，给我机会对你辛苦边咧，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感激啦吼，啊嘛非常的钦佩啦，啊台湾嘛是第一在路吼，陈廷辉啊当委员吼，啊确确实实有伊家己的才情啦，我不过是讲啊伫边啊吼帮忙吼啊。拉你一把，啊了，你就家己爱独立开嘛吼，啊所以你也想讲啊，间隔中正的过程啦吼，啊第一届选议员，吼会使讲安尼嘛，真险嘛吼，啊去妇孺保障名额，将贾良改砍掉，吼，啊个立委个两届个赢过伊，安尼把一个国民党内底查甫上该用的。优劣的市场竞选，来把它干掉。啊，出来去查某的，搁伫2008年，嘛是你第一届选啊立法委员，最后赢943票。哦，啊，一个25岁的做立委哦，啊，政治世家，人讲正二代。哦，啊，会使讲安尼三任立委啊有够才的对啦，哦，到顶年间稳连任的，啊，结果。嘛是吼，伊安尼摔落马卡，吼啊，所以就是安尼，你唔到有才调，佮进一步啊，刷入去呢，啊做四任的立法委员呢，啊，这个时阵也免我，吼啊，你徛开，啊，2016年选到全国第二高票的立法委员嘛，吼啊，2020年是全国得票率吼上界高的立委当选人嘛，加70%，吼加70%吼，70%的得票率，哦，全国啊最悬的就对，哦啊，所以这就是靠你的才情啦，吼，哦啊，我是安尼，哦，从旁协助，没有那一把太重要了，吼，啊，会当来担任这个凯达格兰啊基金会董事长，啊个凯达格兰学校校友总会的总会长，吼，啊对我啊好，对学校好，对基金会。帮赞有够大的啦，哦，伫遮嘛对袂，向你表敬意，啊，感谢啦，感谢总统，我机会真假。啊，你若想讲伫即个开销吼，目前啦六多啦，好友就占三个啦，是，哦，更是，哦，伫基麦啊，哦，啊，即个迄种，哦，啊，即个迄个郑文灿，哦，啊，伊伫到安尼柯文哲三位啦，六个占三个啦，六多占三多，都总是咱开销，杰出校友啦，吼，所以咱来感觉讲。啊，立委啦，议员其实嘛，就我迄边讲啊啦，嘿，毛够费用真正优秀的。哎，啊，当然，而且讲到到遮啦吼，咱就感觉讲真济，咱就感觉，等下讲民主圣地，民主圣地啦吼。啊，民主圣地过去，人就咧讲嘉义市啦，上海站嘛，是吼，阿尾也变作是迄个宜兰县啦。对。哦，啊，但是民主圣地的嘉义市，尾啊呢嘛去予国民党。哦，骑倒转去，哦，到准啦吼，啊，12档啦，12档吼，曾经12档去予国民党，哦，啊，骑倒转去，哦，啊，同款啊，宜兰，哦，啊嘛，哦，有两届，
哦，去予国民党取得登记嘛，是，哦，安尼，啊，所以民主圣地，哦，啊，去予咱取得登记，哦，啊，但是伫咱台南县市啦，吼，嗯，咱要二三十栋啊，拢总是咱绿色之境，啊，嘛会使讲是青甲会出汁的，哦，这个大台南，是，哦，是啊，结果上个欠的啦，哦，人过去民主圣地家己市早就有查某市场了，是，哦，啊，迄个已经。较早的民主圣地啊，即、這个宜兰县啊，嘛有查某市场，诶，县长啦，啊，但是是安怎？咱大台南到目前为止，咱讲民主圣地啊，就是欠一味就对啦，啊，是安怎？无即、這个，迄个查某的台南市场。对，啊、这真正吼，这个要努力努力努力啦吼。其实，咱若讲即道的选举，除了咱的。总统所讲讲啊，近年伫咱家己宜兰都已经拢有女性，包括咱讲诶，含东部、花莲、台东嘛，已经拢是女性诶馆长啊，对，拢是啊。啊，即次吼，咱啊，即个年底啦吼，啊，在月里啊投票出来，讲真诶，咱看到周春米哦，屏东嘛已经得定年干啦，一定的吼。南投即马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上过关，拢是女性。对啊，甚至是今嘛新的区，咱讲诶，唯一的男性已经被边缘化了吼，所以讲无论是倒一位，嘛是女性啊吼，所以等于是中南部啦吼，包括了咱今嘛看到诶，哦，这个彰化也都是女性，不论是国民党、民进党也都是女性啊吼，所以咱看讲，伫个中南部诶当中，已经是全面吼都是由女性来。引领我们所有的一个执政哦，啊，所以哦，咱就期待，尤其讲真呢，最尊重女性是谁？就是我们的阿扁总统哦，因为咱阿扁啊总统，讲真对，除了讲咱的副总统，和咱是咱卢秀莲，副总统是女性以外，其实伫咱阿扁啊总统这台北市长的时阵，说真的，他的所有的市府小内阁里面。几乎就是让女性有发挥的空间、喔、四分之一的女性对啊，这是很不简单，像现在我们在咧喊女性平权、喔、你这样调查起来，其实很多我们六都其实都没四分之一、喔、沒都没有办法落实、喔嗯、但是我们阿扁啊总统的东西做台北市的市长的时候、那东西是真的更困难的、喔、但你 要找出家的女性、喔嗯、就是难上加难，但是总统的是坚持，愿意给女性机会。然后他当这个总统的时候，更是坚持哈，甚至哦，我讲真的主席的时候通过不分区要二分之一，黑根本的是剥夺男性的权利，一定是大家会抗议。可是主席，我们陈水扁主席还是坚持。是啊，我力排众议啦，无分区立委的提名都先爱占一半啦，二分之一啦。啊，所以尾啊呢啊，这个中央啊修宪，哦嘛改做安尼嘛，对哦啊，所以我感觉讲咱行出哦，这个超前部署啦，真的，我感觉真安慰啦哈。所以我们这个坚持。吼，咱总统力量嘛，阿扁的总统力量，我们一定要努力。而且我要一个小秘密，就是说，其实当时候台南曾经有一个代理市长女性，卓春英代理市长，黑马是咱阿扁啊总统，哎、欸，特别特别哦，因为代理一定是要中央有核准、有同意，所以就在那短暂的时间，他也是给女性机会、女性机会。所以我觉得，对于女性的尊重跟女性的支持，哈，那阿扁啊总统真的不在话下，真正是第一位。所以我觉得我们会努力，阮吼作为阿扁啊总统吼，诶，这个朱德兵哦，阮就是一定爱努力，希望有机会，我们希望可以在我们这台南的历史当中哦，尤其四百年的历史，四百年的历史的中心甲写一页，让咱台南真正有一个女市长。是啦，尊重女性哦，吼女性机会吼。啊，这是我一向不变的政治理念跟信用、啊、不管做市长、做党主席，或者是做总统，我拢总是秉持这款的信用跟理念，和女性啊这个机会，只要给伊有机会，我相信伊的表现、吼伊的贡献绝对无输查甫的啦，吼。我相信咱大家当做上佳好诶。
见证啦，吼。啊，当然讲的，就是说，如果没有阿扁总统，也没有现在的蔡英文总统，因为对陆委会主委，对，真的。其实咱蔡总统吼，不是咱做讲第一位女性的立委会的主任委员啦、部长啦，吼，上个重要啦，伊甲民进党的这个缘故啦，是因为呢，吼，我要提名伊做不分区的。立委啦，吼、啊，阿、哦、要做无分区立委，一定爱参加民进党做党员嘛，吼、哦、啊，所以伊会当提名做无分区立委，间谍入党啊，就是我做介绍人，所以是我是麦兰伯，我啊介绍的，我推荐，我加做民进党的党员一份子嘛，啊，唔到有机会代表民进党来参加到啊总统的选举嘛，吼、啊，所以这个才是。正港的关键啦，阿伯姐伊就是非民进党籍的，伊讲较有可能代表民进党，啊，过来两届吼来当选啊，遐尼官票的这个台湾总统吼，啊，写到个历史的新页吼，这点我是感觉我嘛正安慰啦，哦啊，无人比我更加欢喜的，真的，啊，当然而且吼，咱无多个继续吼。啊，来播送第二首吼，伊是咱的宝贝的2004年二八牵手，和台湾的主题曲啦。哦、啊，所以咱就搁继续啊，咱今仔日的这个节目。哦，啊，所以我相信吼，啊，这个已经台南市啦，加做一个民主圣地。哦，啊，刷入去，搁要庆祝哦，这个台南哦，四八当，台湾的四八当啊，伫台南开始。哦，啊，咱总是有一个美梦嘛。哇、啊，这个美梦嘛是我未完成的梦、啊，我也相信一定会完成。就是讲，咱这个大台南哦，咱一定哦，伫这个民主圣地，请假会出席的台南民主圣地啊，未来一定会诞生。哦，这个女性的市场啦，哦，啊，过去是代理的无准算，来正式的算出来啊，这个台南市市场，我相信哦，应该就是伫现场咱陈廷辉第一名的立委啦，哦，应该是安尼，不做第二人想啦。哦，我相信啊，你都爱加油哈，我们加油，对你啊，加大的这个期待啦。感谢总统对我的加油加加持，感谢。啊，这个任重道远呐哈，啊，不要辜负大家共同的这个期待啦。啊，当然，那么怎样讲？哦，这不是讲啊，哦，用白照讲起哈，嘛应该爱白掉啦。啊，但是呢。嘛，袂使安尼讲，民主时代吼，嘛是爱透过党来初选啦、啊。所以你党来初选的过程之后，中间吼，绝对袂讲你一个尔啦，没错，无可能嘛吼，无可能嘛吼，啊，无可能讲靠妇女保障名额、啊啊，所以一定要经过甲查甫的竞争。哦啊，我嘛说知影，过来为查甫真优秀吼，啊嘛咧争取嘛，啊嘛咧打卡波嘛，哦啊，所以未来你嘛要面对正大的这个挑战啦。哎呀，我呢。一直努力啊，一直打拼，因为我跟我讲吼，咱就是都不忘初衷啊吼。我们从政到现在25年，你才跟我讲吼，我因为阿扁的精神，阿扁总统的精神吼，阿扁总统的精神，讲真呢，就是把所有该做的事。真的彻底做好、啊、把民主的事情永远摆在自己的心中。我永远都是记得在这个重点跟目标跟精神、啊、我们继续拼，一定会，我们会加油。是的，非常努力的陈廷辉、啊、真心为你的陈怡珍、啊啊、我相信、啊、这一对、啊、这个台湾政党的姐妹花、啊、绝对可以更加、啊、这个光明、啊、更加灿烂、啊啊、当然最后是要请教、啊、这个陈委员吼，啊，你非常资深的立委啦，已经四任嘛，哦，啊，你不管伫台南看好，伫台北看好，看到2022年年底11月2日吼，啊，这个六都的选举啦吼，啊，你感觉安怎看？这道吼，我感觉讲选情足冷啦吼，其实。阮有在上政论节目的时阵吼，啊，拢有甲一寡包括台北的议员、新北的议员、桃园的议员咧讨论啊吼。我讲嘿，啊，咱伫电视顶逐工拢咧报台北市的选情、新北市的选情、桃园的选情，啊，到底恁遐的选举的气氛是安怎？伊讲嘛足冷，足冷啊！所以就是媒体热。
啊，但是基层对着这个议题讨论无强，啊，所以这就是咱爱担心的。嗯、所以就讲，所以投票率可能有这个问题，是，无唔对，就是啥物人会当催出大家基本盘，会当催出大家支持，这才是上重要。唔是过去讲哦，在2018年有寒流，所以有寒流了。哦，寒流的效应呢？哦，民进党哦嘛惊起来，所以东西的投票率拢背起来。但是这一次没有了，这一次变成各家上有疫情，大概对着政敌好像就会比较冷淡一点点。啊，所以安内经营之下，其实现在真的是很难估哈，足歹足歹看。不过啊，台南高雄应该无问题。对，就是都要台南高雄。这当确定。嘿，这当科学确定，这个就差太远了哈。哦啊。重点就是在台北跟新北，大家都在看台北、新北，好阿哥汤，这到底后边安那去演变？北三都、哦、对，北三都，大家今嘛拢在看北三都、哦是不是会当哦？大家诶，这个基台民进党是不是会当哦？摕到所谓的这个台北跟桃园、啊，国民党是不是能够期待说可以翻转桃园？大家都在看，但是我觉得基层怎么让他能够有讨论的热度，这才是上重要。是啦，所以年底这个关键就是讲投票率啦，啊，选情太冷啦，啊，大环境吼，有当时啊，因为疫情啦，还是讲因为通膨啦等等，大家生活的问题吼，拢总是考验啦，啊，不过卖放弃，啊，大家还阁继续拼。啊，将选情啊炒热，我相信安尼相对对民进党伫个北三都的选举应该比较得较有帮助。啊，无像另外去的时阵哦，咱真系烦恼啦。对，今日感谢两位啊，下礼拜共这个时间啊，空中再相会，谢谢，谢谢。